现在呢，大家的那个距离好像比较靠近一点点了。对，还可以吧，没有压迫感哈。不会啊，等一下就熟了。我比较有压迫感，哎，好歹也交代一声，他穿个高高跟鞋，对不对？你离我一尺。我跟箱子加点一下。真是的，好，哎，这次哈，我看到你这个发型也变了，怎么整个个性变得爽朗了？用爽朗对吗？其实我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可是之前歌曲都慢慢的、啊，这次的这个专辑可以说整个 tempo 变快了很多。因为之前头发这样啊，到这里了，所以节奏感跟从感觉比较也没有以前，就是希望就是比较飘逸的感觉。嗯，像女鬼。不会啦，像女鬼。如果女鬼有那么漂亮的话，大家都想死啊。没有，没有，就是这次的歌曲，我觉得。活泼许多，然后你其实也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是不是不唱情歌？当然不可能，没有啊，专辑也还有啊，还是有一些温暖感动的歌曲。可是这一次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想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这样子的两温暖。了解，而且我觉得不单是这个曲子哈，就是在那个专辑当中 tempo 变快了，你整个人的肢体哈也一直很不自觉的会想骚动一下，就会想要动，这是很有好有动，是很有动感，有没有？就脚人家人家会怎样？你们会那个手语吗？不会。哦，那你就输掉了。怎么啦？怎么可以这样？对，因为这首歌刚刚那爱是什么的 MV 有一个有带手语的部分。哦，好、哦。你刚问什么？我刚刚问你这次的造型，哎、欸，你这个看起来像是那种像画匠的感觉，很、欸、像马里奥哎，有点像，啊、你就差帽子跟胡子了。对啊，有准备吗？其实没有。其实那一套是那个也是宣传服啊、嗯，然后就是跟板板一起拍 MV 的那个小。都没有穿过。拍 MV，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说，一般就是拍 MV 只拍上半身，所以一般下半身都没有穿鞋子都没有。对呀、啊，因为台北比较冷，所以像这种薄的东西我比较难穿。所以一般如果说冬天在那里拍 MV 什么，其实不是很好受，就对了。因为你要就还有夏天的感觉，可是外面天气明明就很冷。我一直觉得我跟冬天脱不了关系，我从第一张专辑就一直都是冬天，只有上一张是在春天的时候发、嗯、但是我到日本去拍 MV 下大雪，是台湾天气好的要命，然后日本下大雪，我觉得是怎样，你是冰之女王。对啊，然后在雪地里就是要踩那个雪啊，然后这一次也是拍的地也是蛮冷的，可是我觉得这次不一样的是整个气氛都开朗了，所以就比较不会在那边然后吹风要飘飘的感觉，已经不是就是像是一个雕塑一样的，至少还有在动。这次有很多的互动，不管音乐跟 MV， 我觉得都是一直在 try， 然后我觉得是有趣的。好的。